了一双鞋，前面是帆布，边上是网子，然后半脱的。看我已经穿上一只了。妈呀，这是42的鞋呀！不过他说这个码数偏小，我就拍了个最大码。哎，怎么没写码数呢？没写，怎么42的呢？反正，哎呀，真舒服哎！就跟拖鞋半拖似的，还透气。鹏城二妞菜煎饼，很多菜可以自己弄。当当当。这个是我的吗？这个不是。你的还没送呢。啊，好。啊，咸菜。大煎饼，什么菜都有。来，这样竖着，竖着放，竖着放。好吃吧？嗯。哎，你这是没吃够呀？没吃够。行了，赶紧回家，奶奶来了，快点。东东不快开学了吗？瞅瞅奶奶买的这一堆，这啥呀？啊，都是湿巾，还有纸巾，还买的铅笔，买的文具盒，打开看看，文具盒，我都给他买了，书包也买了。哎呀，真的这次放假放的感觉好久好久没有上课了，都不知道上学干啥了。铅笔我也买了，都买好了，这奶奶又买了一堆。